居大师是什么？中居大师是什么？深呼吸减法。中居大师跟家暴大师有关系吗？他们在聊瘦肚子这件事，九妹还不赶快学？我用不到 我用不到啊。秋妹不是也用得到吗？我用不到，我他那个又不是什么瘦下巴之类的。海星，我发现我们今天都没有出现，都没有人讲话，不如让海星来讲两句话好了。可他就是累哥，你怎么让他讲话？他只是讲两句话嘛。他好像很前面的时候有偷笑一些。有，他刚有偷笑。阿海，你是用无线网络在连星海是不是？没有，这边网络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没有，我了解啦，我理解，因为澳洲、纽西兰的网络都超烂的，都很烂，超烂。真的，贝塔是从同源，你们是同乡哎。我突然想到，我刚才也是用纽西兰的网络打比赛，所以才输的。你们还好，你那么快就回到台湾来啦？因为我刚网络是很烂，我还要想一下，我才发现这件事情。为什么要扯到我身上来？什么你的好？对啊，谁跟你好朋友？帮我呛他一下。我讲话之外还要打字，你知道很忙吗？都没有人报开局了。好了，我来报一下开局啊。瑞克斯这边就是一个了无新意的。了无新意的，对，双框开啊，哈，对，那软球这边就是单兵营开二框，带瓦斯，对，死神开二框，对，海星人说一定要你再说两句话才要继续看下去，快点，海星快点，啊，我要说什么？赶快，你要赶快来爆开局啊！现在这个激战就交给你了。哦，操作了，海星。对，软球的死神来到了 Rex 的矿区。那海星是玩什么的？什么种族？我是玩人类的。哦，那这个就最适合你了。交给你了，海星。不行啊，我只会爆点位而已。爆点位也是蛮厉害的。哦。像收被点位都常常爆错啊。那是你吧？哪有，偶尔才爆错，好不好？没有常常。他不是都会爆错。不过软球这边的死神操作还是蛮不错的，对，毕竟还是正所谓姜是老的辣哦。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啊，他的一个操作确实是。你有什么资格说？你有什么资格说人家家有一老？我同时也在承认自己不行，对不对？我们前阵子还在讨论，我们两个都要三十这件事情。你已经三十，不是都要三十吗？好啊，最近蛮难二五，谢谢。二五，谢谢。二五在，二五是我吧？对啊，二五是我跟九妹吧。好，不理你们。好，继续。你有那么敷衍的笑声，想要掩盖什么东西？我不想理你们，他怕他笑太大力，这皱纹会跑出来。嗯，有这种自信哦。好啦，我们来看一下女妖行要来了。对，这是一个一一啊，前压了。对，你要这边星际港已经挂好附件，看起来是要对你要再走，我都不知道有没有会升隐形。哦，升隐形了，刚讲。因为现在隐形很便宜，基本上都会停下。对，隐形现在很便宜哦，100瓦就可以升了。这个直接跑进来。哦，要上去哦，等你了。这样上去，卡住。瑞克斯用了肥胖的身躯挡住了门口。不够肥，不够肥。不是，必然烧。这狗很明显的比正常的人的狗大、啊。但是没有想象中肥啊！哇，这边瑞克斯主矿要受到节奏受到骚扰。这边来杀到了6只工兵啊，四只妈妈在防守。好，后面又补了。哦，其实刚刚那个卡门和卡的真的相当不错，瑞克斯。是，看来一阵子不见，他的守门员功力又提升了啊！这个刚成长，哎呦，这漂亮！这个后虫怎么越来越多？后虫跟他身材差不多，这里已经来到五只了，可以堵门口。对，回来补一下。门口放下豹子盘虫哦，知道对方女妖快过来了。这做一下侦查嘛，有看到了，有看到了。不过这一回合 Rex 三矿这样太晚了，哎呀，工兵要被烧掉。哎呀，这个工兵可惜了。反而是软球三矿先放是怎么回事？而且他三矿直接放在王球的王虫的脸上。王球，王虫。王球，他没有看到那只王虫啊。王球。哎呀，又一只，他的工兵只是死。
好，生气！后虫忍不住了，后虫受不了了，你打我兄弟，我要你偿命！补血，再补复啊！没有能量了，没有能量了！哎呀，你要爆！金朝王虫来的很是时候，我后面那个补血真的 ，Rex 这个补血还是补得相当到位。三矿终于放下去了，不过这边来到了三矿，哎、啊，不会又要被取消了吧？啊，这个这数量太多了，我要求求要取消了。哇，那这个我们又死，还以为下去就可以逃过一劫，没有这回事。Rex 反压，看看可不可以吃掉你的东西。哦，他终于直接溜到了你的这个。哇，盖好可以飘起来。好，这盖好了。哎，盖好了。好了 OK。他直接变，他不理你了。哇，他不得回。二郎回救。啊，知道。没有办法溜进去。哎呀，我靠，这个好烧啊！烧毁。烧毁。烧毁。啊，在这边。冰影哦，对，不过这边飞航一次出十只哦，我觉得软球这个会很危险，他可能没料到对方的飞航来得这么快，他好像没有寻啊，他没有 scan， 对他没有去 scan 对方家，对他前线部队待会被飞航玩克，关键还是三矿可能会直接爆炸、哦。嗯，这一个时间点，软球要如何来处理这个飞航危机呢？他求求了，他求求了，他求求了，啊呀，软球，很贵的女妖被点掉啊。对，这边最怕的是家里面，因为这会瞬间家里面会直接燃烧。他这个空军已经在建，他完全没办法对空。对，对，这边直接硬吃工兵了。哎呦，这工兵一直掉，对，一直修，一直盖。那软球这个起不来，这个绝对起不来。哇，会不会被一波直接打伤啊？对，这我觉得这一波要被打死了，这个非常兵没了。哎呀，起不来，哇，好亏啊，要亏爆了。这边击杀一只农民在建。21只农民，整个二矿的农民都没了，主矿的边的把它架起来没有？没有，走雷神，好像感觉有点来不及，来不及，有点晚了。现在软球的，人我们一起修，修起来了，修起来，但农民还是会死哦。有修修修，有修起来，最起码有稍微给你一下下。有两个矿螺，哇，这一波非常大赚。杀了26只工兵啊，这有点多啊，有点多。现在软球需要机枪兵赶快补起来，然后丢矿。哇，这飞狼转一圈又来到了二矿。哎呀，机枪兵一个打针冲上去，很凶。哦，看到雷神还是退。两边农民数量目前是34-62，软球这边直接少了30只。超惨！现在状况很尴尬了、哦，因为软球现在这个经济差太多了，而 Rex 这边经济已经起来了。对，待会 Rex 可能会有200人口之之海淹过来啊。这头出门感觉也有点自暴自弃了。这边看，软球这边应该还是会来压哦，因为没办法，前面太亏了。而且他这一波压制还带3只工兵，到底是什么妖术？毒人啊，修雷神过来了。这一波过来没有毒爆。哎呀，他什么都没有。Rex 这边放二了，优势这么大没毒啊，毒爆从头现在才放。根本没有啊，没放毒爆，这个毒爆虫草啊，这你敢信吗？Rex 这一个实力果然是相当的高深啊。完全没料到他竟然会犯下如此严重的失误。哎，飞糖，这个飞糖要不要洗呀、啊？可能觉得自己有点脏，稍微洗一下澡。稍微洗一下。而且还我想说，人类不是大人类不是大猎吗？软球自己也觉得怪怪的。先点点。哈哈，他一想说打打看，结果怎么这么顺利？所以我要 GG 了，最后打一个风采，奇怪，真多真多蛋。要给一个自己拒，要给一个拒绝的理由，结果不然给到对方去了。Rex 刚刚是下了一整排的那个虫胎流啊，虫胎流。好，好，毒爆终于来了，但是软球的散击枪兵没有滚动。对，然后散枪兵是杠杠的、啊，这个飞弹直接被点掉了，球。Q
球赢了，对，这个热刺感觉这边碾，要被碾压了，因为软球后面要继续接兵哦，大地图会看他不断的在接兵，这边有爆头组织头了，哇，真感性啊，热刺这边农民还是领先，农民领先，失控掉啊，要爆炸要爆炸，哎呀，这个爆还是没有，好，他要跑回，这难，好，到了。到了，好，起一波统统，起软球，哇，压到门口了，好，这二扣口一旦推进去，那肯定要打 GG 了，这没下毒爆头槽，太亏了，这已经是这完全输了，这压太大，尴尬。因为现在炸弹也没关系，有对，现在其实炸弹没关系啊，我都是打狙。好了，恭喜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，目前失踪战队是1-5的比数，确定是输给了 Rush， 不过海星笑这么开心是哪招？嗯，海星你不是失踪的吗？对，可是我把麦关了。想红就说嘛，还是假装？下去就说话，我们又不会不让你说。想红没有关系啊，为什么要假装麦克风有关？这种梗大概是啊，明朝的梗不能。有可能参加什么选美，说是朋友帮自己报名。对啊，啊，我也只是陪朋友来参加啊，怎么知道就拿了冠军？不然就是什么啊，我昨天段考都没有念啊，不小心就考了第一名。哎，这种话我从小听到大，真的。九妹都自己用的，都自己来。刚刚还有人自称自己的一个联考成绩是哦，500名是不是？数学九妹，赶快500名听起来很弱啊，这不是什么，这不是什么自夸吧？五百听起来很弱啊，我就是走一个谦虚路线的，你们听不出来吗？哎呀，这跟收费的意思是一样的吗？就跟收费走一个家暴，哎，不要，我不要跟他一起画正统等号。我看一下。DS 对上的是灰 ，DS 打灰了。对 ，DS 打灰哦，这个是神殿交火，两位都是神族选手。使用地图是戴达洛斯加，念加还是加？加加，戴达洛斯加。你猜是谁？哎，灰是宗师对不对 ？Yes。哦，我要宗师条码吗？是灰，然后后面那条不知道是什么，就很多、后面一堆 I 啊，对啊，灰，哦，没事，我看错了，好、啊，我们要拉长音，哦，因为我记得他有条码的，但是经典赛里面就是我们的群组里面也有一个条码，那个是 Sen 是不是？我不知道，还是 Hess？ 你说这个吗？这是灰吧 ？HUL 不是灰吗？另外一个啦，另外一个就是频道里的。哦，那我不知道。啊，这个是 S。单看 LOL 谁？单看一群 LOL 谁会知道是谁？我也找一下 Sen 好了。那我们这边准备好要开始了。好、啊。是东加油啊！不能这样子，只有赢一场。我们现在有个宗师上场，这一场应该是势在必得。是的，是的，没错。好的，各位，马上为大家带来的是今天的 Rush 动星海经典赛的。第七场比赛也是今天倒数第二场比赛，由 DS Rush 对上灰 Stone， 那两位也都是职业选手。马上来为各位介绍一下点位了，在画面中4点钟方向的青蓝色神族选手是 DS Rush， 对上的是10点钟方向的蓝色神族选手灰。那灰目前是在这个游戏闪电狼，使用地图是戴达洛斯加，那这是一个斜对点。对，是我们天梯的新图啊，今年的新图。对，今年的新图，2014年新图啊，新的一年新的开始。
对，之后 WCS 第一季也是用这些图，所以大家可以先熟悉一下。说到新的一年，贝塔，你有什么新年新希望？新年新希望吗？对啊。这个嘛，我不方便讲出来，好像也没有特别啦。我懂。我懂，羡慕，以羡慕，以羡慕个头，就是那种讲不出来的，最值得令大家羡慕啊！不像我们，这像什么东西？就是都是一些可以讲得出来的目标，什么瘦个十公斤啊之类的那种目标。哦，那如果是这个，我也有一个、啊。我最近在努力要增重十公斤，再交十个嘛。这最好吃要生十个吗？你身材贝塔身材不是很标准吗？我已经快要有肚子，好不好？我今年的目标就是不要长肚子。哎，这根本是炫耀文啊！什么叫快要有肚子？哎，你这么说你就自己先暴露了。这样正好我在跟松贝面前说，我快要有双下巴了。对，这种感觉我大概了解。对，松贝一定就是一个暴怒什么。好，回到比赛，单兵营灰这边是为什么消失啊？啊，什么东西会被消失？哎、欸，是不是生气了、啊？常情况，他刚刚就应该暴怒了、啊。对啊，是不是生气了、啊啊？还是赶快打113？113！哎，这边有人要家暴，家人找闪，家暴电话，快来救我！又在家暴。哎，真的消失了，好可怕啊、哦！让哥去尿个尿是会死、欸。大老远听你们那边鬼叫被发现可恶，现在状况怎么样啊？现在两边机械控制核心时间一样，镜像蛮镜像的，对，蛮镜像，但是灰这边是有放下第二个传送门，所以一个是二 BG， 两边都在出追猎者了啊。神打神现在的战术很多、哦、就是不只是像以前的，就是一定要单矿打到底，然后战术就是什么克什么，这样太很清楚。现在已经你要怎么打都可以。现在比较限制在 VS 线或 VC 线，就这两个。VR 线应该是不会直接盘的。VR 线，如果你发现对方走一个4 BG 还是什么那种很古老的战术，你也可以，对，还是可以用。因为 VS 现在太万用了，所以基本上 VS 其实现在真的是，就是机动性或是进攻 VCV VS 都好很多。VR 打得太稳，除非你打开矿，不然 VR 的一个用途真的比较少一些，会打得太被动。以前还需要他的反引能力怕对方引刀，但是现在 VS 有先知剑可以侦查，所以也改成 VS 使用 VS 线去代替那个能力。哎呀，这个黄战士走掉。哎，我发现他们选这两个颜色，但很难转播啊。我们可以按一下那个为玩家单位上色。哦，对对对，我来看。按了没有反应算了。哪一个键啊？就那个地图右边第三个吗？如果按了竟然没有反应，啊、算了，好像是没反应，对，没有办法。这边看起来会要潜药，会六点钟放个水晶塔，而且他工兵在对方家门口，感觉就一脸就是要下水晶塔的样子。我们看到 DSM 母舰核心跑进来，想要偷点农民。对，不过这样他会很危险哦，因为他家里面现在已经要着火哦，家里面赶快有只哨兵，带出虚空哦，这个立场隔道、哦，不错，隔道一个，能不能加速让他出来哦，不然很危险。好、哦，不过他这边要选择加入在机械控制核心，还要再刷一只哨兵出来，不然太危险。赶快变身，这边 DS 要走一个极限防守。这个赶快变身啊！太危险了，要求球，完了，这个拉弓兵要撑到虚空，不然没办法打。好，一个环球没，有环到。好，虚空要出来了没？现在搞不清楚那个环球是谁。这环球应该是灰放的，应该是灰放。好，这边直接被点掉。虚空。好，拉工兵出来，虚空，哦哟，好粗！有，这边出来，哎呀，工兵卡的漂亮，看到中甲一个兴奋啊，直接变粗，然后瞬间有了反应，然后队列承受不住的只能爆炸，对，哇，那灰这样会有点尴尬，因为自己是没有科技，还是这样，点一个水晶，哎，被挤上来了，哎呀，哇，一个不小心啊！
ESG 决定送掉一些，看来是死定了。我们看一下目前双方追猎数量，辉领先整整两只到一只。哦，这个失误太大了，还有一只哨兵想说丢立场，丢立场。对，太轻敌呀，很可惜。没事啊。哇，那这有点尴尬了，后面我们经济再出了。求了求了求了，这真的求了。这个没办法，来不及，原本应该是一个大优惠局面，要求求了。对，好像一周是这种局面。到没有，刚刚那边如果守，他绝对是大优，因为他立场可以隔，他就都被隔断，就绝对是死定。千算万算算不到，哎呀，有洞，哦、还是这个是封，这个还是没办法，这个经济会落差太大哦。ES 这边已经是强弩之末了。这倒是，我觉得是宁可全部隔掉了，还隔一点点，就底下都看得到上面。这边已经没办法了，刚刚那边上来，因为对方是往后退的，所以他也不可能。好，直接走上来，这群人直接绕跑。哎，比较结束了。好，打出了 GG。哇，那恭喜辉拿下了石洞战队今天第二点的获胜啊，目前。Rush 战队是以5-2的比数领先，那石洞战队至少是扳回一城的。接下来各位就要来进行我们今天的压轴好戏喽，将由这一个台湾虫王 Sen 代表 Rush 的王牌出战石洞战队的 Hess， 代表的是石洞战队的王牌来进行一个顶尖对决了。Sen 对上 Hess， 这绝对是台湾职业顶尖的。一个强度之间的对决，对啊，好期待啊！宗师的对决，好，刚好赶上黑石下课哦。哦，他刚下课，对，他刚下课，他晚上要上课哦，非常非常努力的选手。哎 ，Sen 呢？呀 ，Sen 还没到频道里。对，听说黑石最近是勤于这个断卡。现在是学生的断考周，对，当初没有想到哈，这周那个尴尬，就是遇到考试，都离开考试很多年，我才离开考试半年了，还好。等一下，哎，我突然看到那个 Big Boss 的访问已经上官网了，啊，有这种东西吗？对对，哦，这假的女仆访问吗？什么鬼？这是你吧？要访问是先访问原主，女仆原主吗？原主哎、欸，新海界女仆原主哎、欸，他们这样哦，看种族就知道谁是谁。他们两个头上用一样的，根本分不出来。两个条码，到底谁是谁？这就等一下看种族了。好，各位哦，那跟大家讲一下，这是 BO3 对。OK， 两边准备好，我们开始吧。这样子好难分两边谁是谁哦。你要神族跟虫族？废话，我太知道啊。好，各位，马上为大家带来的是炉石选手对上职业星海选手的一个对抗啊，很可怕啊！哎、欸，这两位选手已经这两周已经对抗过，这、就是第三次了。对，好了，那我们请我们的专业赛评收费来为各位介绍一下点位啊。好，我们荧幕上现在看到的是，等一下，我跟你还你跟我，都我跟你跟你跟我不是一样吗？我们都跟你，我们都跟你，你们都跟我干嘛啦？好啊，荧幕上现在1:00方向看到的是。黑石有一闪亮的黑石，蓝色和蓝色的神族哦。哦，因为你是说，你是说视角谁跟谁啊？哦，当然是。我想说，我跟你转播，跟你跟我转播，那不是一样？我说视角哦，再来5:00方向哦。啊，这个是台湾虫王 Sen， 红色红色虫族。最近他们两个好常对决哦，在 ECL 对决之后，又在 TSL 对决，两次都是 Sen 拿下了那个优胜。对，所以这边要看一下黑石有没有机会来血池啊。
那目前的一个总比分呢是 Rush 战队5-2啊，目前已经笃定是 Rush 战队获胜，但是因为最后一场还是一个顶尖对决，我想我们还是会把完整的把这一场的 BO3 Best of Three 来做完整的转播。上下点位，对，这张地图很非常非常大、哦，所以其实这张地图光这一场搞不好就可以打很久。对，这张地图很大，而且是四人点位，一开始不知道对方的点位在哪里，要侦查。对，那我们可以看到 ，Has 这边很快就拉一支农民出来，这边选择是一个 BG 开的开局，第一点就可以寻到，运气还不错。现在这边是裸霜，我现在王虫待会晚一点也会飘到。对，第一个点也是两边彼此都是第一点寻到对方啊，所以还蛮好的，还不错。我一直以为海斯他在这张图他会使用裸霜，结果并没有。对他选择是 BG 开，他可能会想要前期来给 Sense 一很蛮大的压力。BG 开在裸霜哦，那张图就也直接当封门了。究竟？哎，他应该是想要先打圣一波，他可能会赌圣太头，或是没有，还是寻到之后直接停，直接没挖瓦斯，所以不可能是打一波了。还是这边要开矿，要开矿。哎、欸，他想在圣的家里面搞什么鬼？我们可以看到他有只农民躲在角落。不过他没挖瓦斯，其实那只工兵也很难搞什么鬼了，因为他没开瓦斯又没下冶炼厂的情况之下，他应该不太可能造成一些伤害。他放了，而且圣打得很小心哦，我们要拉一只工兵在那边，就是觉得一定会搞我。王虫要出去做侦查，所以这边选择拉工兵，还这边还拉了第二只，准备来挖矿。好、哦，这时候才给他看到 BY。他刚刚是停瓦斯，然后先让自己二矿快点放下去，对，让自己的经济来得更好哦。而且这样他的进攻 timing 其实也不会拖到。看一下现在怎么打，还蛮悠闲的。还是难得在开场没搞人。感觉他可能等一下那只工兵是侦察用，不知道会不会放个水晶塔。如果没被发现的话就放了，但是有看到。我看一下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哦，好，没事。我想说，怎么画面停住？你们是不是全部都跟我视角啊？对啊，那我想要跟你们视角，就全部都停啊！这个偷懒被抓到，偷懒好，让你们都跟我的，我们全部跟在收贝后面。好、啊啊，跟收贝好。对，我一直停在九点，看你们怎么办。可是实在太过分了。我们今天决定，我们可以继续看小地图转播啊。这个点点，我觉得应该是狂战士前压这样。看他这个速度，应该是王宠。对，这是追猎吧？啊，这个立场啊，放的不错。哎、欸，根本看不到立场，在小地图上根本看不到立场。我觉得这个 timing 他该放立场，这样之类的。嗯。六分钟开三矿。好，看来这边真的是很安稳啊，到目前为止很安稳。不过他是两个瓦斯开了才开三矿。就来看圣这边要怎么打了。我觉得圣只是单纯故意打得很稳，因为毕竟海石单兵，他看到的时候他觉得有点压力，他看到对方二矿，他也确定说，好，你不会乱来。对，毕竟圣真的被海石搞过太多次。对，毕竟圣应该是很了解，真的很了解海石。团友的你知道啊、对，顺便如果现在在这边观众有看上一半比赛，后来那个就是触打完海石，隔天。我当那一天我遇到那个华裔的人的时候，他们有跟我讲，就是处没有看黑石的打法，所以他后来那两场被搞爆了。他真的是，他说打完之后那个什么那个处跟他说好可怕，他说好可怕，没有他说引刀好可怕，对，还有光炮，就是他没有看，他们有叫他看，可是他没看，所以我说处太大意了、哦。打台湾选手还是要先防各种招啦，如果不了解黑石的风格，打起来会非常非常难打。黑石的风格太明显，而且太强烈了，所以就跳要一定要知道要怎么打哈，不然你会非常非常难打。哎呦，11点钟偷开矿，对，这边还先封起来，不让你穿狗。对，
而且是放两个 BG 还是可以传兵，对，还是可以传兵，没封门。哇，这个矿开起来，等一下线压力很大，他也会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啊，奇怪，这个量跟平常人不一样。